经过近10天的零部件采购，紧急组装。4月1号，重庆美心集团无偿援助给卡塔尔最大乳制品生产商的10台自制喷雾消毒装置正式发货，通过空运发往卡塔尔。目前，随着疫情全球蔓延，重庆一企业自制的消毒通道被一些国外的企业看上，卡塔尔、阿联酋、波兰、巴西的企业纷纷发来电函，要求定制自动喷雾消毒通道，用于抗击疫情。重庆美心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他们是以生产门业为主的企业，并不是生产消毒装置的商家。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由于外购消毒设备不便，他们的技术人员便创新设计，通过在网上购买零件，焊接组装成一款自动喷雾消毒装置。该装置可以360度无死角地对人身、鞋底进行消毒，还可以自动加水，能满足每天数千人次的使用需要。对于卡塔尔企业的采购需求，美心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这款消毒设备成本并不高。在接到卡塔尔企业的电话后，他们决定抽调人手，以最快的速度组装制造，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，无偿援助给对方10台自制消毒装置。我们决定了无偿捐助给他们，我们连夜成立了制作班底，经过3到4天的那个赶工期制作，我们现在10台设备已经装配完成。由于喷雾消毒装置为自制，他们还制作了详尽的指导手册，并翻译为英文，以便对方使用。据悉，目前还有波兰、巴西、迪拜的企业也致电美心，表示想要购买此套消毒设备，具体需求正在洽谈中。